Just cigarro.现在干什么？现在来来，开机开机。哪坏了？哪坏了？不是坏了，那个是干啥的？摇杆。你先试试，试试。这个是电机的驱动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灯，你给，然后这个是红光，红光，就是在这里边，这个现在还不能开是吧 ？Leader，Leader， 不用关，现在可以了，好，现在开哪一个 ？Leader 不用开啊？不用开。为啥呀？不用开怎么焊？脚踩啊。悄悄那儿，退去那儿。硬着别动，硬着别动，一直给，一直给，一直给。这是干啥的？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啊？没用。没用？我操，没用那焊子干啥？没接，没接里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你几个能弄 ？CCD。到时候都到那个给调焦点吧，没看清。等等等等啊！这啥？这调焦点啊？对。那我得升，哪升降？这个。我知道它控制哪儿了。后边的。你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你升。升升升。焦点，打，打，继续打。妈的，崩坏了，打。这脚踩。
真是 OK 了。我操！啊，这个是调电流的。电流大小。嗯嗯，拿出。嗯，对的。啊，这个是频率。嗯，这个是。嗯，其他的。这分割吗？这是光斑大小。光斑大小。对对对。光斑是焦点。嗯嗯。焦点还用改吗？不用改。焦点就是这个最清晰的时候就是焦点。这个最清晰。对对。就基本这个地方就是焦点了。